Node Init Script 等于 documintgetelementbyid vote init node. If vote init script var vote init script 等于 documintcreatelement script vote init script.id 等于 vote init node. Vote init script.src 等于 s3.pstatp.com site pgc-fe-iconmp vote file js e document getelement sbytagname head 0 append child vote init script top 1巴乔意大利1994年世界杯美国拥抱了足球但没有用到巴乔决赛中巴乔经历了他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时刻但是正是巴乔的出色发挥才让意大利队时隔12年再度打进世界杯决赛意大利决赛前的6粒进球之中有5粒进球是由罗伯特巴乔一人包办帮助意大利队在淘汰赛连续击败尼日利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可以说意大利队能打进决赛巴乔鞠躬至伟 Top 2戈耶切亚零人 0% 贝尔零人 0% C 罗零人 0% 莱万多夫斯基投票阿根廷1990年世界杯阿根廷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对阵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都遭遇了点球决战结果阿根廷队都能惊险过关在主力门将内里蓬皮多受伤之后戈耶切亚临危受命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除了在比赛常规时间奉献稳定发挥之外还在点球决战中扑出南斯拉夫队球员布尔诺维奇和哈吉贝奇奇的射门被誉为点球之王 Top 3巴拉克德国21世纪之交的德国迎来了新老交替的阵痛期戴斯勒等老将伤伤停停克洛泽波多尔斯基等年轻球员还未能掀起青春风暴是巴拉克把德国队扛在了肩上他是德国队当时的精神支柱而且还取得了2002年世界杯亚军的好成绩巴拉克陪伴德国队度过了艰难岁月德国队也终于迎来了复兴 Top 4乔治维亚利比里亚乔治维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代表利比里亚国家队参加比赛球队一直徘徊在非洲二流水平乔治维亚在效力巴黎和 AC 米兰时期从个人所挣的1500万美元薪酬中先后拿出200万美元用以支持在国内饱受内战的利比里亚国家队部被解散1996年利比里亚杀入了非洲杯这是乔治维亚首次参加国际大赛2002年1月利比里亚队时隔6年后再度杀进非洲杯在1-1战平东道主马里的揭幕战中乔治维亚打进了该届赛事的首粒进球利比里亚在小组赛中获得两平一负2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无缘淘汰赛阶段35岁的乔治维亚在赛事结束后宣布退出国家队 Top 5德罗巴科特迪瓦2003年在罗宝特诺扎莱的率领下德罗巴第一次参加了国家队比赛德罗巴协助科特迪瓦于2006年首次晋身世界杯决赛圈在赛事中取得一个进球。2006年他们历史性杀入非洲杯决赛获得亚军。2010年非洲区预选赛德罗巴总共取得6个进球带领球队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2014年德罗巴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结束了长达12年的国家队生涯。他为国出场76次打进50球已成为科特迪瓦国家队的传奇。Top 6埃托奥卡麦隆1997年3月9日不满16岁的埃托奥在卡麦隆队迎来首秀。1998年埃托奥随队参加了法国世界杯成为该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出场球员。2000年和2002年埃托奥随队夺取了非洲杯冠军。2002年世界杯上埃托奥在对沙特比赛时破门得分这是他第一个世界杯进球。2008年非洲杯
埃托奥以16个进球成为赛会历届进球最多球员。2010年非洲区预选赛，埃托奥取得9个入球，帮助喀麦隆晋级2010年世界杯决赛圈。2014年埃托奥宣布退出国家队，埃托奥已经为喀麦隆队出场118次，进球56个。Top 7 舍甫琴科，乌克兰在核弹头舍甫琴科在国家队的16年里，球队整体实力一般，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乌克兰终于打进2006世界杯和2012欧洲杯。同时，舍甫琴科也是乌克兰国家队的射手王。Top 8 贝尔威尔士，在提到贝尔之前，不得不涉及贝尔的前辈瑞恩吉格斯。不管吉格斯如何努力，威尔士始终无法进军欧洲杯或世界杯决赛圈，非常悲情。而这位将球传给三秒后的自己的男人，带领威尔士创建了2016年欧洲杯决赛圈，而且凭借贝尔以及全队出色发挥，一路晋级到半决赛，震惊了世界足坛。Top 9 C 罗，葡萄牙 C 罗从2004年那个哭泣的孩子，已经成长为葡萄牙队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没有 C 罗，葡萄牙可能无法进军欧洲杯或世界杯的决赛圈，因此2016欧洲杯冠军有 C 罗的一份功劳，希望 C 罗可以继续带领葡萄牙队再创辉煌战绩。Top 10莱万多夫斯基，波兰。尽管莱万在2018世界杯毫无建树，但是波兰国家队实力的确比较差，就在这种情况下，莱万凭借一己之力将波兰放进了世界杯决赛圈，还是一种自对身份竞技。虽然后来没把握好这个优势，但莱万对于波兰国家队的重要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了。互动专区，你认为哪位球员才是真正的孤胆英雄？单选零人 0%， 巴乔零人 0%， 戈耶切亚零人 0%， 巴拉克零人 0%， 乔治维亚零人 0%， 德罗巴零人 0%， 埃托奥零人 0%， 舍甫琴科